千里江山图，该图继承和发展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技法，先用墨笔略施勾、皴，再以赭石、石绿石青等矿物质为主要颜料设色，使画面层次分明，色如宝石，光彩夺目。山水间有村落、亭桥、小径等，并描绘有众多人物活动，有幽居、种地、牵牛等，人物虽细小如豆，却动态鲜明。在11.9米的巨幅长卷中，将景物大致分为六部分，每部分均以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。高远、深远、平远三远之法交替使用，更使画面跌宕起伏，富有强烈的韵律感，引人入胜。